39361度的泳衣非常修身，是不是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好看，很潮流。今天小王直播间229不要了，129也不要了，84换9上场了，要领先2000单上场喽。姐妹们，在咱们还没有像明星那种明星身材之前，来看起不起球，像刚刚那一种类型的哈，我有点不太敢穿，但这一种大家可以放进去拍，学生版也 OK， 拉链的设计对更方便，方便穿脱，看，来出行很方便，腰部采用钻色收腰款，是不是？而且是我们大牌子361度，看看拉链，你使完拉链，我拉下去，我的人账号没了啊，来内置的，穿了，放心吧，这样能不能看见？有没有毛病，兄弟们？小心大杨哥，我是干嘛？我什么也没干啊！看一下，好，马上你过你的，去吧。那个大师傅穿好了，去吧，啊，去吧。而且他是什么？他哎呦。什么东西穿过去？那个有没有样品啊？给他看一下这里面内置的杯垫，兄弟们看，来，另外一件样品，里面内置的杯垫方便穿脱，采用钻色设计，是吧？84.9可以啊，兄弟们，要链接上车，来下个品，来下个品，来，啊，兄弟们下个品啊，姐姐穿不了，姐姐穿了我账号没了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已经不敢卖鸭脖、黄瓜、筋膜枪了，就是放过我，兄弟，啊，兄弟们。来，兄弟们，再给兄弟们来一个重磅产品，很多姐妹们，很多兄弟们问小王要行李箱，你看今天小王给你找了个行李箱，炸不炸？暑假了，是不是开始出去旅游了？马上开学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现在我们是放暑假了，马上大家都是要出去旅游了，高考也结束了，接下来马上又有什么国庆啊这种节日，我们是不是需要旅游了？需要行李箱了，高颜值的行李箱。来，他来了，姐妹们来了 ，S G G 的行李箱，来，请品牌方上来讲解一下，来，品牌方上来讲一下，来，这需要品牌方讲吗？啊，要不要我帮你讲？啊，需不需要？你会讲？我当然会讲，我还不会讲吗？需要吗？需要。好嘞，我讲，要不要我讲？小华，哎，要不要我讲？需不需要我讲？你是用讲还是用？用讲，我还是我能不能不讲吗？你是用讲的还是用做的？是讲做一起。讲做一起。对。好，那师傅你讲吧。好嘞。首先，兄弟们，这声音怎么这么大？行李箱，小黄。哎。该配合配合啊。好。没事，放心。好。绝对不会疯，小黄他肯定在，你放心我。好。知道吧？好的。我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啊？因为小黄车掉了。没关系的。兄弟们，行李箱，小黄。哎，正常测啊，好，没事，这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放心啊，没事，不要害怕啊，兄弟们，正常测，看一下兄弟们，行李箱，首先这个行李箱叫什么名字 ？SGG， 完了违规了啊？怎么刚开始就违规了？真的违规了吗？小黄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？我等一下，我还好像有事儿啊，行，我还有事儿。啊！违规了，车没了，车没了，车没了。咦，我来干嘛的？等一下，哎，我来干嘛的？小黄，你来帮我讲解的吗？我来帮你讲解的吗？真，哎，车在吧？车在吧？在吧？在不在？我看一下直播。没了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大哥，我。完了。哎，师傅你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余波，我还打 PK， 咋办？哦，打电话，咋办？啊，咋了？没事，接个电话，我让那个官方打电话来了，没关系，放心，接一下，你不用说。师傅现在咋办？没事儿，放心，我能弄回来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车没了。等一下，肯定不是我弄的，对不对？我肯定不会的啊。那怎么办？我还有余波吗？肯定不是我弄的，兄弟们。啊，挂了。没关系。
我想一想怎么办啊？好，我想一想。好，你想。怎么办啊，小黄？没有车怎么办？没有车我们干嘛？跳舞啊！跳舞来，跳舞。啊、跳，我陪你快跳。啊。跳，来，我学你。你学我啊？啊，我们现在演，我们现在这样，我们演一些好的内容，让官方一高兴。打电话来了。喂喂，哎，不是老师傅。小问题啊，谁怎么车怎么疯了呀？这那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干，什么也没做。马上回来。好，马上回去。我回去啊。那我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先回去了，兄弟们啊。好，我回来了。那我就回去了，好吧？啊，你车没了你就回去了？不行不行，不能回去，我能不能做这种事情？我来了，别人车，我来了，我看见别人车没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他。没事，小王，你是不是你昨天做什么了？车没了？对，咋办？放心，我有我在，我来帮你。帮我干嘛？我帮你把车弄回来。哦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放心嘛，你看你，你怎么不相信你师傅啊？那你来、哎，我们这样，兄弟们，我们跳个好看的舞。嗯。越好看。官方一高兴，咱们车就回来了。相信我，上次乔妹的直播间，也就是嘴哥的直播间，哦，就是因为乔妹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车就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来骗你们，你这跳，我跟你快跳，你先跳，跳完我跟你学。好看，跳好看的舞，他就回来了。对，好，那我跳。好，才艺组合，红绿灯，他身高1.98米，我1.73米。哇，你觉得好看吗？说实话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可不咋的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爽，非常快乐。我的妈！你跳的太，你跳的很，我跟你说，虽然非常好了，哦、但是还不够好，还不够好。你姐应该会跳的，应该跳的，姐姐再上一下，让 QQ 再上一下、哦，看一下行不行？好啊 ，QQ，QQ， 你我先问一下，嗯，哥哥，你跳，可以跳吧？你跳什么？跳个哪首的？跳哪首？跳车回来。为了车我可以。对对对，他扣给你，为了车我应该可以。QQ 放心，肯定更好看。他说：“你跳，好跳啊！好，我拉好裤子。Let's go。嗯，这歌不错啊。卡点，看到没？卡点了，卡了。方方卡点了。Schlüssel zum Erfolg in dieser Branche ist dieses Schmuckstück hier. Es heißt Kokain. 好跳。卡点，注意看。”非常好呀，回来了吗，兄弟们？我回来了吗？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急。好。那我再跳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师傅，你要跳哪一个？我想回家啊，等一下。啊，你回家？不是，我想回。回家是个舞蹈。回答兄弟们的话，我看一下。我回家是个舞蹈。有点僵硬了，哎呦，不，所以不够好。啊。小黄，我给你跳一个，有没有 music？ 你要什么 music？ 随便，我俩一块跳。随便啊。你们肯定都会的。好啊，好，什么歌呀？啊，咚咚咚咚。这不是你们的歌吗？不是我的歌，你们的歌我都会啊。你们的歌你都会啊？我会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跳一个。是不是确定吗？放心。确定吗？确定。
难不安。就我余波了，师傅，别余波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回来？大哥，我的妈呀！大哥，你杨迪要死了，回来呀！我回来，大哥，回来，回，不可能，还不回吗？啊！回来了。你看，是不是回来了？哎，送给你，是不是？我说的没错吧，兄弟们？只要我们认真把给兄弟给官方表演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啊，你放回去。啊。啊。妈。这还有问题吗？我这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卖货吧。啊。啊，好，卖货啊。来，我卖行李箱。啊，好。来。刚刚卖这个没的还卖。没了。啊。这没了。啊，有。什么没了？你不是一拉车就没了吗？一拉车就没了，我没事，拉没了我再跳，好不好？啊。我拉没。我这。我回，还在不在？在。我回，这刚这质量行不行？来，给我来一下。啊，来。哎，你不行，你力小了，兄弟，你帮我来。哎呦！没事，你们，师傅，我自己来吧。没关系，兄弟们，没关系，我这个今天有点那个猛了，好，好，有没有摔坏？没有。来，拿过来，给兄弟拿过来看一下，没坏。等一下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小的可能这个，啊，小黄放心。放心，小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放心，小黄，看，没有事的啊，看，小黄，我回去了啊，要不也行吧，我就等一下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我怎么回事儿？哦，兄弟们，这个小的不能这样试的啊，因为这个小的是小一点，我试个大的。啊！我刚小黄，我刚撞站错了，你再来一下。哦，那个不是那个是 S 机器吗？对，那。啊，这不是 S 机器。哎，这不是那个箱子啊？哦，不是。看一下啊。拿另外一个颜色来，这个不是，这是让我做对的。大的绝对没事。看。哦。啊，搞错了。我看可以。就没有关系的，放心，兄弟，没有事的。这是我选的品，我最懂的。哦。这一个大品牌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37分的箱子。为什么叫37分吗？37，它多了，比我们日常的多了一个3分。哎，所以它的容量更大。哎，对，三七分。比正常的这多少寸的？你看咱们，你看咱多少寸？24寸的，比正常要大，都大3分。除了这个最小的一个，最小的啊，37分，马上也是毕业季了，兄弟们，毕业季了，兄弟可以买了。喝多了，我那是喝酒，我今天喝酒，我出门嘎嘣脆。没有，是没有啊，兄弟们。放心吧，兄弟们啊，来，小王。哎。哎呀，这个大的看37分啊，对啊，再看我们接不接的。哎呦，五个轮子，除了最小款是4个轮子，其他都是5个轮子。啊，来，小黄怎么回事？小黄，哎，没有，来试一下。师傅，我来试了。没事儿，这个我都是侧面做的。放心，兄弟们，等你装了东西了之后，它会更牛逼，更牛逼。啊，没事，下一个轮子啊，下一个轮子。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好啊，不笑。有人笑了，你看，现在滑了一下。啊，好，这轮子好滑啊，兄弟们，很好滑，兄弟们，一点不卡。
对，这姚琴要说的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真实？对，我们的测试真不真实？真实。这就是一姐直播间啊，对，小黄的直播间，五个轮子是吧？五个轮子，三七分，拉链。啊，兄弟们，我原来你们要这款轮这款箱子的时候，它是个大品牌，价格砍不下来，哎，根本砍不下来，只给我们破40块钱，40到30块钱，你大一点的破的多一点，少小一点的破的少一点。那今天我们让他工厂找到那个工厂，让他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这款只是换了个牌子，这个牌子也很大，也不是没那个牌子大，啊，品质都是一样的，除了最小的那款四个轮子，其他都五个轮子。毕业季你值得拥有，啊，告诉兄弟们。看，这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是防刮的，防撞，可以这样放，啊，可以这样放，可以这样放，啊，你这样打都没有问题。告诉兄弟们多少钱？那个尺码呢？没有翻车，兄弟们，没有翻车。多少钱？小黄，你快说呀，兄弟，小黄，你是一姐啊，你是很一的，快。日常价239，今天咱们小黄直播间20寸的179，24寸的199，26寸的229，32、28寸的249，30寸的269，32寸的289，一样的价格。上去了吗？20寸也可以。兄弟们可以啊。好，那你可以看37分，你们毕业了，上大学上高中，锦鲤装，你看这个容量，37分，正常的就这么大，今天给你加了3分，大容量。再看看里面。啊，对。打开。好。看一下，小黄，看看这里面。对。还有干湿分离。干湿分离就两个分离，不是干湿分离啊。兄弟，两个网，两个格子啊，这里分开的。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，兄弟们？可以。好嘞。兄弟们打可以啊。好，上车。啊，好，上车。要你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小王。啊，行吧，行吧。啊，行吧，大师傅没有喝酒啊。来，师傅没有喝酒，兄弟们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小王。小王，给他们再给他们实测一下。尺码的兄弟选下尺码。20寸的可以上飞机。对的。20寸的可以上飞机啊，上飞机。把我签了是吧？啊。放心，我全都听兄弟们的啊。什么？把谁签了？你让我把谁签了，兄弟？你说，我现在就签。签了个面子哥是吧？来，面子哥，兄弟让我签你，我必须签。怎么讲？小黄签我呀？哎呀，他是乱讲的。没事，我们要听兄弟们的。啊？等一下，小黄把我签了。好，准备合同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没有办法签的。我给你整合同，啊！我给你整合同，放心，我给他整合同。我签你呀！回头给兄弟们看，对，把我签了。你这哪有这么快啊？这是我的合同，大哥，我要拿小黄的合同重新做一份。今天做好，我一会儿来给你签，签终身的。啊！没事，终身为你服务，服务到你终身，服务到你终老。啊！我不用，谢谢，我不用啊，师傅。放心。我必须听兄弟们的啊！啊，兄弟们，行李箱你们上车了啊！再给兄弟们说售后，小黄，我们好多东西没有说，小黄，我们太着急了，兄弟。对。小黄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好多东西没跟兄弟们说呀，小黄。兄弟们，7天无理由，而且5年之后用，5年之内用坏啊，直接换新，以换代修，先把所有拉杆、轮子、手把手、五金配件都可以换，兄弟们，5年之内，7天之内。啊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5年之内以换代新，兄弟们，行李箱承诺是吧？是不是合肥？可以，要链接上车。给钱，小王，你签我要给钱，给我钱的。哎呀，你这兄弟，这需要给钱吗？需要给钱吗？我来你这很高兴。对，不用给。不用，我给你。你不放心，我们俩都不需要，我们俩是互相帮助，我来帮助你，你来帮助我，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用给钱，啊，不用给钱。哦，请我吃点饭就行了，喝点酒就可以了，OK 了，没关系。兄弟们，不要乱说什么，先说乱七八糟。这个最大胆子这么大了啊！啊，真是没有翻车，兄弟们，没有翻车，因为这个我做失误了，我不该拿那么小的做。但是兄弟们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选的品，啊，我从大概10几个箱子里面选的这个，它的性价比，包括它的质量，包括它的售后都非常非常好，啊，我才选择的。啊，大哥头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流汗了。我头上有几个小疙瘩。哎呀，
没关系，放心，不会死的。啊！啊！荷兰不配送，看怎么回事？有很多地方不配送，怎么回事？我先忘了，看这个拉链啊，什么拉链那个？多单了 ，VKK 拉链。先单了啊，就一群单。啊，兄啊，这个轮子是有五个的啊，然后那个拉链也是非常耐刮的，兄弟。哎，对，二十岁以下的能上飞机。小黄，我们的你这个榜，你这个37米。哦。你不是一，你是一姐呀？操！你有没有福利品，小黄？有。干。奥利给！小黄。我一般冲不带上去的。你冲不上去？不可能。啊。提醒了啊！又提醒了吗？啊，又提醒了。这谁干的？这谁干的？不又干提醒了？什么东西？我没说话。暴力测试？谁暴力测试了？把小黄干提醒了？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对吧，小黄？对。小黄，你今天怎么懵逼了，小黄？啊！小黄，你不能懵逼，小黄。啊，哎。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把他干提醒了？我没干。你是不是把空调开成热风了？我怎么这么热呀，小黄？17度。我车都流汗了，小黄。我也是。怎么回事？我一直在流汗，师傅。我也是一直在流汗。哎，谁干的这事儿？没事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冲到第一名，咱们就回来了。官方一看我们是第一，他就不会再提醒我们了，他会保护，他开始保护我们。你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刚才是跳舞，我们把这个违规给跳回来了。啊。我们现在。把叫违规的就跳个舞，哎，给兄弟们发点福利，冲到第一名，我们就是保护，官方就保护我们，哦，我们就不会疯，放心，好，听我的，好，来，第一个屁来，啊，赛博福利，老公你快冲，来，裤子提一下啊，啊，奥利给，冲，来，兄弟们，等一下，哎，咋了？我们这样，我们少个点东西，怎么了 ？Music， 好，好嘞。好 ，music， 那我冲了，冲！我不能跳，你冲啊！你冲什么时候冲到第一，我什么时候跳？哥哥，我想买啊，这个玻璃杯啊，真的很可爱啊，还是玻璃的啊，上面有个盖啊，吸管很可爱啊，这么可爱啊，我好想买啊，多少钱？
你让我脱，我你头发炸了。板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板四了，板四继续。又这样，大哥。板四继续。这是没有我的吗？服团。善行斋服团。哥哥，我想买。善行斋服团。麻薯的外层。里面是巧克力。里面是生巧。非常软糯。还给你报价。今天直播间。一盒不够给两包。半天才不开，我猜我猜，哥哥我想买流星书，这个流星书真的很流星，里面流出来特别好吃，外面一个5块钱，今天小黄直播间给你到手一整盒，6个9块9上车，价格是什么？哥哥我想买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漱口水，嘴巴很臭。帮机，帮机啊！快帮机啊！帮三，继续。小黄不能继续了，等一下，我要死了，小黄。我感觉要死了。我要吐了，小黄。我反流了，小黄。我的大肠里面都搞进我的胃了，小黄。我的胃都搞进我的食管，食管完了再搞进我的口里了。我想说你要吐呕啊！我要呕了，小黄。那是个牛油果。没问题，来，我不行，兄弟们，冲不上了吗？这个为什么？为什么，兄弟们？小黄，我们还差多少？小黄，差40，差50。不冲了，没关系，继续。不冲了，不冲了，师傅。不冲了，不冲了，弄别的。不冲了，接冲啊！不行，不冲，咱们不冲，不要着急，我们歇会儿。兄弟们，看，兄弟们说我们也不行了，小黄，看到有没有？小黄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不能再这样干了，我们不能再这样干了。下一个小黄。好，下一个。我来冲，你不要冲。好，让我来摇头给官方看。官方，你今天不上，不给我这个，刚才我违规了，已经被限流了。官方，你今天不把限制拉回来，我就使劲摇。我摇到抖音都剩。没事，不用，没事。没事，来下一个。拿个东西。来小黄，给我洗脸，小黄。啊。洗。啊。使劲给我洗。啊。使劲给我洗，没事。啊。来。啊。不好吧？来。洗。啊。等一下，别动，不是这个胶的不行啊，是吧？这个拉链给它拉上，看这个拉链拉上，这个做一定是没有关系的啊。看，啊，这个放心，这个行李箱是我选的啊。来，巴黎欧莱雅的男士碳酸黑头双洁面双支双洁面，日常价19块9一支，今天小王直播间一支，两支是40块了。头发搞错了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哪里搞错了？日常价39一支，来，就日常价39一支，今天小王直播间一支，两支，再给两支，小的，兄弟们，旅行装，一支多少钱？39块9一支，39块9一支，1、2、3，两支多少钱？80，80，再两支多少钱？100，今天我们多少钱？65，上升。这两瓶相当于一个正装，都是50毫升的。这两瓶相当于一个正装，其实是65块拍一，到手3个正装。其实，来先把拍一到手3个正装啊，三个正装的量，不然不洗了吧？不洗了，不洗了啊！啊，好，不洗就不洗啊！雨衣已经换了，放心，兄弟。
我钓鱼能到那里好玩吗？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不去钓鱼，放心。好。碰到绑几了？看一下啊，不要着急啊，马上搞点吃的好不好？我都有点饿了，小黄。我也饿了。那我们搞一点吃的好不好？好嘞。好。完了完了，现在差来继续。什么上车呀、啊，大哥？差两百万。我差两百万。我有点站不住了啊，没事啊。好。上吃的，小黄。上吃的。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还没卖过，很多人心里还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不要着急了，搞着急了。兄弟们，这相当于三份啊，这相当于三份啊。今天这些机制全是我给兄弟们砍的，我和小哥给兄弟们砍的。但是商务总商务是我，任何一个品都是经过我的。小黄，你今天卖的品全是经过我。哦，对，都是我砍。哎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查看嘛？这相当于三瓶啊，正常价都是一个39啊。好了，现在三瓶，兄弟们啊，一个39，今天咱们日常价79.8，今天在咱们小黄直播间65，相当于一个16.25，兄弟们啊，折算下来一支16.25，300ml至少共用3个月，行吗？相当于每天花6毛钱洗脸，日常卖39.9，行吗？单支的，还今天还再给你一支。再给你两只中药，相当于你买了三份，兄弟们啊，这两兄弟们给我洗是吧？啊，洗还是不洗？洗。来，是不是你洗我吧？那怎么行呢？不行不行。兄弟们，我们要听兄弟们的，我们的宗旨是听兄弟们的，我们的使命是给兄弟们带来快乐，啊、对不对？但是兄弟，手给传递快乐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要快乐。好，我们不快乐了，我们也传递不了快乐。不是兄弟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，我们痛苦了，兄弟们就快乐了。洗一千单，兄弟们谁洗？但是我们痛苦了，我们就不快乐了。我们不快乐，我们怎么传递快乐了？但是我们痛苦了，兄弟们就快乐了。兄弟们的快乐建立我们痛苦之上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痛苦。啊，洗。你这句话跟谁学的？自己想的，好，好，洗吧，行，兄弟要洗就洗啊，洗谁啊？我洗。哎，兄弟说不洗了。哦，不洗了是吧？啊，那不行，那刚刚。哦，说的是不洗小黄，哦，不洗小黄，洗我啊。啊，他说的不洗小黄，那肯定不能洗小黄，我一个大男生能洗他吗？对不对？放心啊。你洗还不洗啊？洗。洗。对。洗。别介兄弟，我又有点饿了。面子哥，我们先吃点东西。啊，又不洗了，兄弟们又不洗了。洗面子哥是吧？我来洗面子哥是吧？那你们不早说？你要不这样，兄弟们，我这样，面子哥刚来公司，你想想，我就对他动手。面子哥，我来帮他洗吧。我就在对他动手，我觉得不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刚来公司，咱们对他动手怕不好，所以这样，我让我弟来，我来给他洗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不好吧？有啥为啥呢？痛苦之上嘛，快乐是建立痛苦之上。他痛苦了，我们也快乐了，兄弟们也快乐。那洗翔哥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，我来洗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你双赢，兄弟们又快乐，我们也快乐，对不对？对，多好！你想想，你不洗，我们洗翔哥呗。对呀、啊，那面子哥刚来，我们现在在洗他，不好意思、啊，我们现在在洗他，不好，别人客人。对，刚来要照顾他。对，要照顾。所以说我们要，哎，所以说我们要洗翔哥。洗的翔哥不在、哎，我来打电话、啊，好不好？我来打电话。放心，他要是不来，我跟你回家我就没事。来，来，我的手机。好，来，秀哥，打电话把我弟叫来啊。哎，什么？那你这小哥，你别说是我让他洗的。哎，放心，我是我们两个的，放心吧。好，没有关系啊，他肯定怎样、对不对？放心。我今天我今天让你在他面前建立威望。啊，我就别说我们两个呀。你来小黄直播间，兄弟们要见你。真的，兄弟们都说要想个，你自己看评论。你不听兄弟们的吗？对不对？好嘞，赶快啊，赶快。你看看我这个我是他哥了，那不听我的吗？但他不知道来要洗脸啊。来了，你看我就行，你看我来做，好吧？好，不要说话。
没关系，放心，小黄。他来了，我就不说话。对，你就洗就行了。我把他抹。你让我洗的。对。啊，没关系。啊。哎，有事我跑。哦、啊。有事。啊。有事你跑，知道吧？你跑。我跑。对。可是我直播间我跑了怎么办？能谁跑快谁跑嘛，好吧。管他了。对呀、啊。管他哈。对呀、啊，反正你想不来卖。对呀、啊，反正跑嘛、啊，好吧，有事就跑。好。好好，下一个。好，兄弟们，马上什么节日了，你知道吗？端午节。对，端午节，端午节干嘛，兄弟们？小黄。吃粽子。吃粽子。嗯。啊，怎么吃，小黄？吃给兄弟们看。用嘴吃。我知道，我们要吃给兄弟们看一下。哦哦。因为毕竟兄弟们不知道这个什么味，对不对？是吃给他们看一下。对。来。但是我们吃的兄弟们也不知道什么味啊。你就顶我呢。啊，阿曼。你就顶我。那屏幕没法传达。我们吃的时候，我们表情变化就是味道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好，希望看我们表情变化啊。嗯，看我们表情变化，嗯，表情变化就是味道啊，就是一个味道。看一下，兄弟们，我们先给兄弟看，哎，别对，看下肉，你肉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看一下，兄弟们，这个肉你这没看完，你看我的肉啊。好，看一下，肉要会掰，表情变化。等一下，我这个肉不被我掰烂了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给你掰你的吧，好吧？好。看见吗？一大块肉，看看，这就是同庆楼啊，上市企业一个上市餐饮，对吧？做的粽子，同庆楼，我们合作的啊，做的粽子，同庆楼，我们合作的审核了？哪里审核了？该审核了。啊？该审核了，通过了，审核通过了。审核？谁干的？啊？啊？那对不对？是不是你？你搞东西，他是绿色的，看到没有？绿色的。哦，他看的。对，那绿色戴绿帽，哇，那绿色绿帽子是个哇东西，把他拿走。怎么能这样啊，你这是谁？不打好死。对，你怎么在那放个绿帽子呢？不怪官方一直封我们。放心，一定不是我来的原因。放心，一定不是我来的原因。我来了，只会给你带来。等一下啊，我想一下。带来审核。带来审核，不费心。只会给你带来官方不敢再审核你，哦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现在干嘛他都不会审核，知道吧？放心，一定没有事。我现在干嘛他不会审核我，兄弟们啊？好了吧，兄弟们，嗯，好，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是我还没开机啊，是吧？好，来吃一下啊，兄弟们啊，看我们表情变化是吧？来，嗯，好久没吃到，好久没吃到粽了，嗯，真香。芝士粉浆看起来不是很好吃，嗯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好久没吃到馍了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嗯，对，真好吃，好吃，嗯，兄弟，这真好吃，兄弟，嗯。你今天晚上吃饭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可以多吃点啊。嗯，嗯嗯，好吃是吧？对，我刚刚跳舞啊，我已经把那个胃里面东西跳上面来一点。嗯，所以我现在吃了有点感觉到有点啊，也难吞下去。对，不是跳舞跳的太多了。啊，我这红烧肉真好吃。它这个肉是什么？同庆这个肉啊，嗯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酱香的肉，酱肉，所以它这个肉啊，颜色看会有点深，但是它是酱的，非常好，真的非常好吃啊！红烧肉呢，还有检测报告，你别看一个肉还有检测报告，好吧？嗯，真香，哎，真香，白香了。很正常，你要买一个肉粽，是不是七八块钱？姐妹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你们回去不要送人了，自己吃，你送人真的浪费了。
真的什么？这是我跟大家挑的。不是一般就送人吗？我们就能这么做。里面一共有十个粽，肉粽，十个肉，六个肉啊，十个粽子，六个肉粽，四个素粽。嗯，一共是十个肉粽。嗯，肉粽，蛋黄肉粽，红烧肉粽，酱肉粽，还有个抹茶葫芦粽两个，蜜枣粽两个啊，蛋黄肉粽两个，红烧肉粽两个，酱肉粽两个，都是180克大肉粽啊，都这么大的，好吧？嗯。来，小华，这么等一下，日常家兄弟们，你去同庆楼的店铺买要多少钱？一个99块钱，这是它的线上价格，它的店十个九九。你去线下买会更贵啊，线下买会更贵。嗯嗯，啊，大哥，还没开价，59块钱，上车。要你十个兄弟们。端午节送礼，走亲访友，给爸爸买一单，给妈妈买一单，给岳父岳母买一单，是不是？你妈妈就省得包粽子，是不是又麻烦又好吃，是不是？端午节送礼，里面还有蛋黄，而且是肉粽的，是吗？切开之后呢，都肉非常大，酱肉粽，是吗？非常好吃，是吗？今天咱们小王直播间啊，十个到手59块9，正常日常价格我们去买的啊。到手好东西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真的有事的。兄弟上车上车了啊，上车了，没一点没事，兄弟们叫你们那个想看看你。想看我？对，来，兄弟想看你，兄弟们说了，让你坐坐起来，坐一下，坐一下是吧？对，来这边坐一下啊，好嘞，说这个可以拍啊？对，这个可以拍啊，59块钱，十个，六个肉的，哎、一共是多少斤？四个素的，一共多少克？180克乘以十，1800，1800克，1800克的肉粽，接近四斤，对。咋了，兄弟们？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今天都有什么品呢？哦，今天都有什么品？哦，有个品要卖一下吧？还有什么品？得把那个什么品拿过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什么事，兄弟们？兄弟们就叫来，让叫我来干啥？洗什么？哎，洗的。哎，谁把我洗面奶藏起来了？好、哦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干啥？没事没事。干啥？没事啊，我只是放在这儿。嗯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，兄弟们，我们洗脸，你看到没有？没卖过。你看，啊？没卖过。不是不是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这品到底卖没卖过？没卖过。哎，兄弟们要洗脸，哎，洗谁呀、啊，兄弟们？洗你弟。等一下。我看看、嗯、我哪上面说我就看到洗脸两个字，我没看到洗我弟、啊、那不是，你看刚过去了，我看你上面，看上面一个没有洗你弟，不洗我就没说洗我弟啊，洗你弟不洗我死，我就嗨真嗨，这怎么不洗不行啊，我没看到你，别动，上面有一个洗你弟不洗我永远不幸福，我就嗨这个人要洗一下吧，不是你叫我来干啥呢？不是我叫你来，这还没卖你看他洗呢，先卖啊，我来卖一下，卖，我知道，我卖过了，你卖了没卖这个？没卖，这还没卖了，这个可以卖一下，欧莱雅蓝式的，小黄，看、啊、不见这个是啊，这控油碳爽，嗯，就抗这个，哎，这个 A 头的啊，对对对，洗面奶，洗面膏，对，是的，兄弟们啊，你像、嗯、大学的时候是的，买过吧？嗯，买过，70-80块钱一个，哦，啊，这个真的可以买，对，啊，现在谁不用？好、啊，并且还是大牌子，欧莱雅，欧莱雅，嗯。说好两个好，说的好，还给你一个小的，哇，好专业，兄弟们啊！我说再加这两个吗？对，再这两个，相当于一个正装，就相当于正装，对，相当于三个了，等于三个，嗯，是吧？这三个吧，对，65，上车，一个平均一个16.5块，好，这个特别大牌，兄弟们，欧莱雅啊，大牌子啊，男生啊必备，你看大杨哥他天天就用肥皂。我现在也用这个了，大杨哥现在也用那个胶润泉的。兄弟没说给我洗脸呀、啊？哪有没有说呀、啊？兄弟们讲的，你看洗你咋还刚来了？兄弟们，这我才刚来呀、啊，不洗不买，这怎么刚来就来个这个节奏了？能不能换一个呀？是不是你洗脸洗的太出名了？一拿上洗面奶就想到洗脸了？要不我们剪刀石头布？不愧是师傅，就是专业。剪刀石头布，这怎么一来就洗脸呢？要不兄弟们，咱们谁输了谁洗，这怎么样？洗你弟都在洗，说洗你弟。那要不这样，谁输了谁洗，这样公平，好吧？我们三个。这样可不可以？你看你这样也不行。我看个东西。
没事，放心，兄弟放心，今天我洗定了。啊，放心，我说过的话，放出的屁啊，不是啊，我说过的，等一下，我说过的话，放出了屁。怎么说的？一句话怎么说的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对，我说的话驷马难追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是。对，放心啊，我一拉不回来。对对对，对，一个不行。放心，我一定洗。怎么成洗碗了？兄弟，你这样这样，哎，洗他洗脚洋的，兄弟这样搞。你确定吗？是。好了没有？哎呦吧，这个65可以拍一下啊，男士的兄弟们啊，一罐两。我们这样吧，两个相当于一个正装啊，六十五。用我们剪刀石头布，不知道吗？剪刀石头布，谁输了谁洗呗。剪刀石头布啊，要不兄弟们？好吧，两个这样吧，两个人剪刀石头布嘛。你一来就洗头的嘛，洗脸怎么搞？我知道啊，我说两个人剪刀石头布，谁输了谁洗，这样可行？行，好，可以。来，你俩剪刀石头布。啊，我俩剪刀石头布。对，是你不洗，你凭啥不洗？我说是你们两个。你为什么不洗呢？啊，不是，你怎么不拆呢？你拿着，我没让你拿这个，你怎么不那个呢？三个人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那么开始吧，剪刀石头布，来，我来开始 ，Action， 来。我们俩剪刀石头布啊，我们三。啊，我们三个人啊，那谁？安总，听清楚没有？不是，这不卖了吧？耶，但是我来就我洗怎么搞的？到底谁洗？我洗。来，我洗。我洗，我洗。师傅，我来，我洗，给我洗吧，我洗。哎，我洗，我洗小王，我来洗。好，那你来洗。好，坐。我洗，你洗，我给你洗啊。哦，大哥洗你叫洗。他洗，到底洗不洗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听，为什么会有这个节奏的？这个节奏是怎么来的呢？说明你师傅洗脸洗太聪明了。这个节奏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节奏我刚一来我就洗脸的是这样的啊。这个节奏这个东西，我上车了，我和小黄我们两个卖，然后呢，兄弟说测试一下，我说是不是洗一下？兄弟说对洗，然后兄弟说得洗一下，我说洗谁？他们说洗小杨。对，就你来了吗？你就这样子，师傅。对呀，我肯定要听兄弟们的呀。大哥没骗人。我顺便剪头发了。是这么来的啊？对，是这么来的，就很简单。对，就是兄弟们说了洗你，我就叫你来了。要不等一会儿，我们一会儿就好好洗，好吧？我们这样，我们临走的时候洗吧，行不行？行，临走的洗。我跟老大兄弟们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我做事情就是兄弟们讲的话。你确定是这么来的？必须的。对，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？我亲眼看到的，我作证。就是他一拿出来，对评论就说洗小杨，对一拿出来评论就说要洗小杨哥，洗师傅。行，大哥说的对。行，那我就。不行，拿龙虾来，这你们以为自己搞。你们这可以啊，真的没带节奏，师傅。对对对，谁？兄弟们太喜欢看你洗脸了，对吧？你看兄弟们都是这样说的。说对，我椰子鞋来了，椰子鞋有椰子鞋，我给你们来。哦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上10000单椰子鞋，就别洗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啊！你们这都上个服务品都是带我去的，我人都不在呀。师傅，兄弟们太喜欢你了。小黄，你看。哎。哇。这可不可以？这一双1000多吧。不能说了，说了别人搞你。兄弟们懂得都懂，回你的啊。昨天给嘴哥10000单，瞬间没了啊，这么好卖？椰子鞋啊，不是，回你，哥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回你的，兄弟们，很轻。看这个鞋底，洗小白龙吗？洗我弟，洗小白龙吗？兄弟们？洗表哥，白色，回你的，
多少年老开的了？回你多少年了？我把我妈当年椰子切断了。97年。差一点就100了。回你的椰子钱，知道吗？我连嘴个麦没货了。齐小杨，拉水。还有灰色啊！等一下，水先放了。啊，有刚，哎，还有什么颜色？那必须得有黑色，黑色的，来，小王，两位，还有这个。姑娘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真的以为那个卖1000多的，他的这个就都一百，你要记住牌子值多少钱了，是不是？这椰子鞋，下面瞅瞅，看看这细节，很透气啊，兄弟们啊，看看，灯啊，就一万单啊，昨天嘴哥直播一下没了。就一万单，准备啊，兄弟们！多少钱啊，师傅？他们直播间反正正在卖，啊，卖139块钱。回力的，回力一直做品牌都是亲民，请问看啊，亲民就亲民，回力一直就亲民。他已经做89.9块上车，回力已经做多少年了？做了多少年了？来，97年了。回力的品牌已经97年了，那他的品牌为什么能做这么久？肯定是因为他的品牌做的东西好，真的啊。师傅，夏天啊，很透气，兄弟们。啊！你这里面又没东西，他能不能看得透一些呢？我来。一个月内断底断面，免费换新。哪里有漏气的？你这个他哪能看漏气的？他这边连白的都没有，他怎么看漏气呢？对，哪有这种看漏气的呢？这看不到漏气。你这不是不严谨吗？好，来吧，兄弟。是吗？这可以啊，89.9啊，好多种颜色，好好看啊。嗯，对，吃完自己选，兄弟们啊，这马正拍就行了。是不是防不防滑？椰子鞋啊，这个它没有设计防滑，它应该没有设计防滑。正常地面它这个，它有没有说防滑？就看有没有这个报告。很好看。小王穿这个报告，很帅的啊。很好看，非常帅气的，你知道啊。开始吧。怎么搞？是我洗的皮鞋，咱鞋不好。兄弟们啊，这可以啊，89.9啊，而且是男女都有码，兄弟们啊，可不可以，兄弟们？1000单。谁的？好看，很百搭，而且跑步的时候可以来一双，兄弟们啊，运动穿搭，不管是你运动啊还是穿搭，这个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，兄弟们。大码没有了。来看一下呢，防滑是吧？来。别喝大了。小心点。我也这么觉得呀，兄弟。来个那个原地蹬跳。是吧？很防滑是吧？对啊，这边上的洗，很防滑是吧？洗了，防滑。这怎么？我们看兄弟们要洗谁吧？名字都怎么一来就让我洗脸？我有点不太懂，是吧？回放来我看看去，回放上，我要确定有人没带节奏，我认了。要回放哪里？还是骂人啊！那个兄弟，这样，等我们直播结束了之后，把回放给他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来，我先别先，我现在就要看。兄弟们，这个鞋子可以啊，是吧？很好看啊，非常运动款，是不是？好看。那些说大码没有的，咱们可以选15天内预售发货的。可以选15天内预售发货，然后7天内的话几乎都有。兄弟们，好看好看，是吧？这个鞋子啊，可以啊，是不是？现只有女款啊，现货只有女款，兄弟们啊。男码的话要15天预售，兄弟们，看还是很防滑，我给兄弟们来个立定跳远，看，纹丝不动啊，看是不是，兄弟们啊，可以，兄弟们啊，89.9上车，来下个来，而且还有个小白色啊，白色就是很百搭，有没有兄弟们啊？没翻车是吧？没翻车是吧？兄弟们真没翻车，我再给兄弟们跳一个。哎呀，兄弟们老说翻车，兄弟们就是靠什么？就防滑，兄弟们来，兄弟们看，老说翻车，兄弟们看啊，我马上跳过去，我跳过去一点都不带摔的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们看，看这个摩擦力没有？姐妹们，正码正拍，女款的都有限限，男款的大家可以选7天内或者15天内的，几乎都有。来，进来买单了，兄弟们可以啊，来89.9上车，来下个品来。等我再给兄弟们仿一下这个鞋子啊，下个品啊，来。可以啊，兄弟们，放反光吗？会反光？会反光？有灯吗？有灯吗？照一下，会不会反光？
看好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这真的不是这个紫色的啊，可以啊，看一下啊，可以啊，来，哎，老师师傅，不咋了是吧？嗯，回话啊，小花，哎，再讲一遍，讲一遍什么？讲一遍谁那个节奏是怎么来的？节奏就是一上了洗面奶之后，嗯，开完价之后，兄弟们就说要洗小杨哥。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你说了嘛，兄弟们最大，要听兄弟们的，哦、所以当时我就给你打电话了。哦，哎、嗯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讲啊，行，就这样了。那节奏的东西啊，那肯定是有人带，那没人带，那肯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对，肯定是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个不得好死的人带的，嗯、真该死。就奇怪，今天真见了鬼了！平时我洗脸都说给别人洗，给我自己洗，这今天真见了鬼了！这该死，这个人就说要洗小杨哥，他一带一个人带就算了，一个人带两三个人带，十个人接着带了，这个整个公屏全是，没办法，这大哥就给你打电话了，嗯，带这个人真该死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嗯。三千三，来。我是真笑，好笑哈、啊，是吧？哦哦，这个很好笑啊！对，刚刚那句话再讲一遍。什么？把那句话再讲一遍。真该死，兄弟们，这个人带这个节奏人不咋好使。哼，咋了，师傅？嗯啊，咋了？对。讲的对呀、啊，就不应该带这个节奏。是的，洗脸这么痛苦的事，怎么能让小杨哥来呢？怎么能让师傅来呢？过分，一个人带师傅是这样子，你知道直播间节奏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带算了，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啊，整到十个人也带的，整个公屏都是，没办法。大杨哥喝酒了，你今天喝酒了？嗯，你今天喝酒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人说你喝酒了，东哥的。测一下。没有，没有，放心吧。来，给我测，来。他打开。你看，有人说你喝酒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是苍蝇啊？对，但兄弟这兄弟们带了，我们就要完成，是这么意思，这个意思不？是吧、哦？是不是？因为是兄弟们最大。对，毕竟你刚刚说那个人，哎，你刚刚骂了那个人，毕竟他已经带出去了啊。对，带出去，兄弟们也跟着带了。对，没办法，跟着带了呢，我们就要跟着完成，对吧，兄弟？小花，哎。你可以用别，不要用别。哎，你敢测吗？这怎么用的？你确定你没喝？啊，你确定你没喝酒？谁吹的？兄弟们都说你喝酒了，我的。没有没有。啊？你确定你没吃？来，下来来，吃点虾。啊，坏了。啊。你压根就没按到，兄弟们。坏了。我跟你讲，兄弟们讲肯定是都对的啊，你测。他已经坏了，洗脸周六洗吧，兄弟。啊，对，周六洗，周六洗，周六洗，周六我来洗，你们看，啊，小黄这个毛好扎人，小黄。哦，扎你耳朵了，帮我给你踩个耳。哎，扎得很舒服啊，帮我踩耳了，好舒服。安妮什么时候来啊？明天。小刘没有喝酒，怎么会喝酒呢？直播不能喝酒了。我怀疑他喝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喝酒。真的是服了，你再说我喝，我就干你了。真的是冤枉我，你干他喝大了，你看人家都说你，看放心兄弟，没有没有，他冤枉我。好，尝个吃一下啊，吃小龙虾。周日升级，就明天嘛。嗯，拿过来。嗯，那这个虾真的，它是稻田虾，非常的干净。这虾线都是白的，兄弟们。非常的干净。不用搞虾线，直接就可以吃了，好吗？因为虾线经过煮烫的、啊哎，一拉，一拉就出来了，你就拉出来了，拉出来长长的，看到没有？看，哎，拉出来看看，我真好吃，嗯，小王，你到这来，小王，到中间来，我在这吃。